今天在家准备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搬过去了。现在所有的东西已经装到车上了，然后这个三轮车也是回来买的，到时候摆地摊要用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曲哥，今天这个全家总动员过来打扫卫生，现在已经搞了一大半，大件的物品该扔的扔了。这个手多大？你看看家里，没怎么做。你怎么弄啊？我也没有不玩这个。弄了。王者的奥莱斯了。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半钟了，通过一天的努力，基本上清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是冰箱和一个这个工作台，到时候主机短缺的这个地方。今天有几个朋友啊，已经这个迫不及待给我下了定金啊，但是我没有收，因为现在我是要先把这个摊儿给它支起来，等我正式把摊支起来之后呢。你们再要买的，我就要想办法，因为我还得研究一下这个快递的包装怎么弄。没做过，没经验，要摸索一下，保证到你们手上的东西是没有变质、没有变味的，是吧？好，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